凤姐，郑凤姐应该也是要六万多吧？南溪连线马路满分。到了到了，干这台没看过凤姐啊？换他凤姐新手奖。终于啊！超扯，他本来不玩的，然后我叫他继续玩。开眼就是会背背嘛。蓝七连线呐、啊，这应该开开满。凤姐，为什么你也要拍？哎、欸，那开开特殊画面，只要放粉丝专业的。哦，这个算特殊画面哦。对，特殊画面就是。凤姐当然是特殊画面。哦，对啊，也是特殊画面啊。这台动姐都漏很好吗？我之前看过那一只高价那一只是一千以上，是哦。他放在那里的时候，我那一次都一千多，然后我过一个礼拜看到地瓜，你知道地瓜吗？地瓜，地瓜就是三七零线算，他那一次漏应该也是两千多块钱。哦。好帅哦，跟那个北斗一样。刚刚没有听到哎、欸，现在这样可以算拍，可以拍照这样子。可以啊。是这样就是啊。这样就是了。这样就是冻结了，因为荧幕都暗掉。还有叫。你讲难耶。好了好。对。赶快看加多少。这台我第一次看到动姐，加油加油，加多一点。几十年，这应该最多也是加300年吧？好像是，好像很多设定都这样。我因为。飞机的关系吧，因为后面的那个什么动作好像都不会加，都不会算很好。嗯，后面的动作都是多少一两千美就死了，应该算是开台道具而已啦。都一些废物动作。日本好像都加一两千美啊，还是有更高？那是超贝贝，超贝贝。记得小圆，我觉得我看一个影片，好像加超多美的。现在几呢？哦，蓝七再冻结一次。哦，200美。剩八张，他等一下会背背哦，不一定，哦不一定哦，那抽的。中了中了，这个输完应该都会中吧，大部分。700多美应该算不错。等于加很多转了，换成转速的话，平均算来讲，算大概200转嘛。对啊，算50，快800，快800了，最后一转，然后看抽到什么，760美，没有进去那个，没有。看后面会不会。